市民去理工，配乐在声唱中。小明搭祖妈，要推介俾亲戚好友。小明去理工，玩三晚乐融融，飞驰红磡湾，家阵理工乜都有。改做名边个最妙，盏柜边得意，轮住一起猛咁照，你我哈哈笑。HKCC 接你大，住在坡里正，试试要住听故事，你我真死咯。3D 一个 D， 你话 3D 定 3D， 其实我都唔知。做人最紧要快乐，目前唔花穿。你谂我乐，大家乐，我帮你，你帮我，神经冇计。早啲早啦，木早白早乜好成熟，一齐嚟识多啲朋友仔。呢个世界冇白诶。小明去理工，配乐在声唱中。小明搭祖妈，要推介俾亲戚好友。小明去理工，玩三晚乐融融，飞驰红磡湾，家阵理工乜都有。该组名边个最妙，盏柜兼得意，轮住一起猛咁照，你我哈哈笑。HKCC 接你大，住在坡里正，试试要知听故事，你我真写意咯。其实九龙要 offer one， 个个动作好认真。以前 D cam 净系玩，玩完大家就会散。三月三日 D 乜都冇学到，真系惊。乐在成长中就唔系咁，学同玩，玩同学有你乐在嘅成长，冇咩 D 架真住抢。改组名边个最妙，盏计兼得意，轮住一起猛咁照，你我哈哈笑。HKCC 接你大，住在坡里正，试试 UG 听故事，你我真写意咯。小明去理工，配乐在声唱中。小明在满满，笑声喊声乐都有。以下是一宗失踪人口的案例，案发于本年度的7月12号下午6点钟，在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珠上学院13楼的这里。失踪人士一名中国籍男子，不过比较矮的，大概身高 1.67 米，他叫做小明，体重大概 50kg 左右，长期背着一个红色的背囊，背囊大眼镜的。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在这里13楼的这几个落差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消息，可以盡快聯絡我哋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屬學院嘅失蹤人口部。我哋嘅電話號碼係6132-6077，6132-6077，18條線嘅，多謝。